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塔鲁比。今天玩洛克人 A 4的最后阶段哦，那就是要打败西格玛。好，前面的动画我们之前介绍过了哦，是由重剑游记会唱的，那我们这次就不再重复。直接从 Continue 开始，那就接关吧，接续上次的 Memory Card 的E的记录。那是全部的东西都拿到了八个爱心，然后包含那个 ES 冠跟 W 冠两个 E 冠。那我上次有研究一下，就 ES 冠基本上就是让你的刚开始的命可以加到四条哦，大概就是这个作用而已。好，那我们直接从 Spaceport 开始哦，就是太空宇宙港。好，那我们开始直接。你看我们的 ES 有四条，好，很快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靠腰啊 ，E 冠跟 W 冠要重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再去其他关来集这个 E 冠。哦，这一代的 W 冠真的是很少用得到，基本上用不太到。可能要去冰的那一关集一下一冠了，因为一冠基本上打最后嘛，我基本上会用到两冠吧。好，没关系，现在没有一冠，跟过去以往的 S 案例是一样的，就是惯例是一样的，就是说无法把一冠里面的人员给保存下来，记录档是无法保存，所以你每次回来重玩都要再集一次，有点麻烦。是比较费工。好，那等一下哦。那我们已经来到第一关的王了。他这个在这种魔王关卡的第一关 X 4算设计的相当简单哦。没有特别刁难我们。好，卡内尔是算这一关的魔王。好，他们也是逼不得已跟我们战斗啦。嗯，然后还是得来吧，艾克斯。容赦はしない。行くぞ。他们其实是逼不得已的战斗。哇！好，好，躲一下 就可以躲过了。我干，被扫到。这次是有比那个再简单一点哦，我觉得。像他在这个中间的时候，我们只要这样躲就躲过了。好，飞起来！因为这边可以爬墙。刚开始遇到他的时候是不能爬墙的，所以比较不好打。哎，我居然失血，碰到他身体。好，躲一下就过了。好，等一下，哎呦，他黄了，黄血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该会赢。好，赢。
啊，怎么了吗？其实他算是没有那么坏的一个，他只为了保卫自己的这个军人的一个战斗的尊严，所以这个他本性应该是善良的啦，这个卡内尔。好，爆了爆了爆了，其实应该始作俑者还是这个西格玛，不是他、哦、好，那不记录这个，继续哦。OK， 哎、欸，那我们去那个，好，等一下哦，达布尔继续再跟我们说宇宙船的事。那我们要往那边出发了，Final Weapon 出发。好，那我们去集一下衣冠，不然等一下打王就麻烦了。这边还是要有一个回来集衣冠的过程，所以我刚刚最好是一气呵成打完了，但是算了，这边可以有蛮多那个集衣冠的能源球跟特务的能源球跟这个补血的，啊，补命也有。蛮不错的。好，那再回来一次哦。你看，其实补快满哦，一下下就好了。再一下哦，再回来一下这个雪地关卡，来补个我们的能源。那我们要朝 Final Weapon 前进哦。等一下，我再回来补个血哦，啊不，补个衣冠。顺便刷一下命，因为其实X 的最后关卡没有很难，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，我还是需要衣冠的。好，上来哦。哦哟，被他喷到我就不没得补了。好，一罐满了，再回来一次就好了，一两次吧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是在补一罐哦，让各位看一下这补一罐的过程。不好意思，好，继续哦，补个衣冠，然后刷个命，重复个几次。快满了，再一次就好了，再次全满。好，再次，快喽！抱歉，忍耐一下、哦。Snow Base， 这个雪地基地。命也到七条了，不错。好，那我们赶快的把衣冠补满。它不像 X2 有那个快速集衣冠的地方。马德，这小雪人到底要干嘛？好，
差点没 K 到。好，不满，来这边蛮快的哦，算是相对快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朝这个最后关卡的 Final Weapon 前进吧，最后终极武器。好，有个这个动画可以看。这是 W。私だ。今ハンターどもに宇宙に来られてはまずい。这是干嘛的声音？了解。了解。全くドジだな。他卧底的身份终于要多少？那个揭晓了。其实他是那个液态的这个金属，所以他可以从这个傻乎乎的变成非常强的一个战斗机器。哇，好血腥暴力啊！机器人就这样被他劈开了。17精锐部队被基地被毁了，完了。何でもないです。作戦行動中は必要以外の通信を入れるな。わかったです。切るぞ。他的口头禅 "Deshi" 还在，可是看起来已经很邪恶了。好 ，OK， 我们等一下就要打他了哦。Go！ 哦，我们等一下跟 Double 做对战，这边蛮烦的。哎呦！这个就用火球，火球，好，来喽 ，double 上 ，dash， 艾克斯问他 double。お前なぜこんなところに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那他其实就是要变身给我们的艾克斯看了、啊，这样子。好，不论他主要就是西格玛的手下啦。失败，艾克斯啊，他就是这样子。OK。来了！哎呦！我用他打怕的特务打喽，尽量。哦，有点难躲。好，十 W。好，基本上 W 就被我们的那个洛克人给打败了。艾克斯，他基本上就间谍的身份。好，爆喽！到这个 Final Weapon 的第二段，好，血被补回来喽。哇哇！需要二段跳一下。好，这里要用。小心一点哦，这个
大光速炮。哦，被 K 到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哦，打将军了。其实将军也是逼不得已跟我们战斗的，一切的原因都要归咎于这个西格玛从中作乱。他是为了自己的国度而战的啊。好吧，行くぞ X。仕方あるまい。好，打头就对了。将军打头。干。将军算很还蛮好打的，因为他身体很大，虽然只有头可以打，不过因为他攻击的速度不是很快，所以就利用这点可以把他轻松的干掉。黄血咯，基本上打他不用到补血。好，十 ，OK， 我们这样打败了将军。哦，难打，好。其实地球也危险了，他是到底谁发动这么可怕的武器呢？应该就是西格玛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前进哦。继续前进 ，Final Weapon。这个 Final Weapon 就是我们要阻止他了，不然地球会灭亡。OK。这个可以补一罐哦。好，可是我们刚才都没有用，也没差。下来，随便啊，随便打哦。这些位置我有点忘了，反正现在就是八大魔王时刻啊、洛克人的这个惯例。好 ，Cyber Kujak，OK。他名字很难念，好不好？他名字超难念的。好，用这个打他。他说：“ひどいよ。”哎呦，どこ見てるよ？在靠背啊，干！好，赶快！被 K 到。好。用特务打最快了，不要浪费时间哦。黄血了，黄血了。如果玩杰洛的话，会有不同的剧情支线哦，就是所以不太一样，跟艾克斯的完全不一样。
所以这一代的双主角制是做的蛮彻底的哦，两个主角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主轴。OK， 那就继续哦。我们来看这一关的王是谁？哦，是这个Spider Web Spider， 就是刚开始我们第一次打的 Jungle 丛林的魔王的 Boss。他主要是会使用电器蜘蛛网的一个魔王。好，啊，其实他怕这个吧。好，用这个 K 他。好，滑过来。哎呦，烦死了！哎，哦，我被抓到。啊，有点烦了。啊，要抓一下节奏。我不小心飞起来就糗了。好。其实这个特务对他没什么用。机器好了。好，他现在要发动大绝了。哎呦，又被弄到！好，爆喽！OK， 我们打死了 Spider， 继续哦。各位可以先挑简单的王打啦，可是其实还好哦。我觉得 X4 的这个整个八大魔王的设计都不会太困难，所以我觉得没有特别难的，那就随心所欲吧，就是碰到谁就打谁，没关系，没有特别难啊，真的。所以一开始我说你们想先打哪一只都 OK 啊，哇，好干！当然有一些，哇，有一些还是用特务打比较轻松啊。好，来哟！好，抓到节奏了，就这样打，粘在墙壁上面，然后等他下来弄他，就这样啊！不要被他弄到。哎呦，我跳太上面，小心一点，就这样。好，快死喽 ！OK， 赢。来喽，这个红鱼吗？总之它就是个鱼类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打赢之后我们就吃，吃。这一关是这个哦，蘑菇，变那个分身蘑菇 ，Split Mushroom。他不喜欢跟比自己弱的人交朋友哦，所以就好啊，你来跟我做朋友啊，把你打得不要不要。哎哎，等，他怕电。打的你不要不要的，电死你！好，快死喽，剩一点点了。十，
这一只王几乎没有难度哦。那直接过来吧，因为我的血是满的，节省点时间。哦，小僧，ちっとは楽しませてくれんだろうね。那个狮子王，啊，狮子王放这里。就这样子来回哦，基本上没什么难度。他的攻击也蛮重复的，就模式很简单。好，死，几乎可以无伤的打爆他。那基本上没有伤害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喽。这个是海象。因为他比较笨拙，所以就哇，刚我有失血，不错不错。所以我们用这个不用特务打也可以啊，所以我懒得用特务。他特务要靠比较近才打得到，所以我就不用特务打。我们就用这个机器炮打，超大型机器炮。啊，只要这样闪他就好啊，看。你看他也快死哦。好，死。那我等下上去吃个小补血，就可以又回到满血的状态。好 ，OK， 我们解决它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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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吃到，我直接跳过来。好了，算也省一点时间，没关系，应该打得赢。这一关我可以用无伤的方式打，因为这次是猫头鹰。暴风猫头鹰啊，好像 Stone Crow， 日文哦， Crow 是日文的， Crow 就是那个猫头鹰，有跟各位介绍过，就是枭，一个鸟下面一个木，日文的汉字，也是汉字啊，就是枭，枭雄的枭，就是猫头鹰哦。啊、基本上是用这个瞄准雷射就可以把它打挂了。我刚才失血，妈的！好了，小还好了，小 case， 死了。S4 是基本上在八大魔王这边难度没有想象中来的高。好，满血。最后一个，哎，好，进去看是谁吧。哦，那个会用波动拳的那个火龙，他也复活了。我们一开始还可以用机器人跟他对战呢，这个设计实在是。也是太简单了，就是让这个魔王变得很简单，你等于前面的血是机器人帮你挡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用特务打他，用特务打希望可以很轻松获胜。好，快赢喽！他动作也蛮一致的，
赢了，我们赢了。好，下面的光圈出来了，直接到西格玛关卡了。好，西格玛会先，哇哦 ，X 西格玛出来了。X 说 ：“Oh my god， 西格玛，对，没有错，他是西格玛，看也知道。”他也说了 ，W 是他带他带啊、他派过去的那个 spy， 就是他的间谍。好，那这么可恶的西格玛，我们当然就来把它解决掉了。OK， 跟他对话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。自由活动，那这边有补血了，我不确定我可不可以一次打挂西格玛，所以要让我稍微习惯一下操作，有点忘记西格玛最后关卡怎么打，抱歉哦，我就来习惯一下吧。宇宙の塵になるがいい。哇哦，他出现了，死神，死神西格玛是相对容易的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这个时候狂笑跳上来。哦，好、哦，烧他，这样稳稳的先打赢再说。这边不要失血就好了。好，黄血喽。哦，再两次吧。好、哦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用机器炮打他。干被 K 到，哦，这个时候爬到后面，好，赶快溜，再轰一炮，好，赶快闪。黄血了，黄血了！有时候还是不小心失血。好，死！那我们接下来就打第三形态的西格玛喽。那第三形态会比较难一点哦。好，哇靠！第三形态，有对应的特务可以用哦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那就来吧，我们打第三形态喽。飛び切りの恐怖を味わってくれたまえ。可怕可怕哦！好，开始哦。好，上面是用这个，下面是用这个。看一下，他现在出这个就先溜吧。他那上面下面啊，哦，先下面，先下面，用这个打。好，好，等一下、哦，再换回特务。这个就躲就对了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躲不过就等下用补血吧。
哦，被戳到，妈的！好，躲吧。哦，有冰块，有冰块。看一下是上面、下面、下面应该是下面。好，下面比较好打、啊。哦，这个是冰电球。哎呦，干！不会被打到，有点紧张，现在是最后的。哦，好，没打到。应该是下面吧。哇哦！赶快补，赶快补。这个就不要省了。四代可以补满哦，可是只有两罐。好，他剩一点点血。这个电球真的比较难躲，烦死了。这个上面还那么多血，又是电球，烦呢、欸。好，那我们打下面。好，爆！剩上面哦。可不可以正常一点让我打？好，有打到。好，这个过了。下面爆了。好，有打到，有打到就好。哇，干！我跑错方向，有点紧张了。好，有打到。再忍一下好了。哦，补血。好，稍等哦，这个就躲一下。好，他快死了，其实。剩一点点，剩一点点。哇哦！应该还好，有打到就好。这个比较好躲哦，这个冰块。好，他剩一滴滴。啊，干，被打到了，没关系，我应该赢定了。他剩一点点。好爆耶、yeah! 哈哈，西格玛，你死定了，你死了。这个破坏地球的兵器已经开始在运作。好，西格玛死咯。第三形态完成，我们攻略完成。好，赶快，赶快离开这里，整个快要爆炸了。好，遇到我们的将军。
用他的身体的话，原则上可能可以阻止这个最后兵器的爆炸。可是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他就会可能就会挂掉了，对不对？那基本上他是可以牺牲自己的一个非常英勇的军人。然后 X 就跟他说：“将军，就这样，好了，他牺牲了自己。” OK， 那我们破台了吧？应该是破台了。三形态打完基本上破台了。好，我们破台了。Final Weapon 这个部分我们通过了，有一个破台动画。X 开着这个喷射机就出来了。卡内尔 W， 他现在在回响，西格玛 X 在回响。こちらイレギュラーハンター本部。ザエロ、無事だったか X。心配かけさせやがって。他对他很担心啊，没事了。もういい。早く帰ってゆっくり休め。他叫他赶快回去。那ザエロ、もし。俺がイレギュラー化したらどうする？くだらないことを聞くんじゃない。切るぞ。待ってくれ。真剣に聞きたいんだ。ゼロ、もし俺がイレギュラー化したら、君が処理してくれ。バカなこと言ってないで、さっさと戻ってこい。約束だよ。他只希望赶快回来，不要再胡思乱想。好。OK， 那就破台咯，他就回到这个 Irregular Hunter 的本部了。OK， 那我们破台咯，片尾曲是这个 One More Chance， 也是我们这个重剑游击会唱的，重剑游击会唱的，蛮好听的哦。那就陪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个破台后的这个歌曲。那大家记得这个版本其实出过非常在非常多的平台上面都有发售哦，在 X 在这个 PS 有，然后有在 SS 有，然后有在这个电脑版。那电脑版好像是隔一年之后才出的。那我之后有机会再玩杰洛好了，今天就先玩玩这个洛克人 X 的部分哦。因为杰洛有完全不同的故事情节。那这边就是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整个幕后的制作人员哦。这边是声优的部分。那OP 是这个重剑游击会唱的那一首，然后 Ending Song 是这个 One More Chance。那首叫什么？不输给任何人的爱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是我们的这个动画团队哦，都日本人的名字啊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拼音。听到这首片尾曲，其实还蛮感动的哦。就是当时在玩这个洛克人 X 4的时候，是有一个非常充满非常快乐的回忆啊。我记得当时也是 Dreamcast 的时候，刚出差不多那个时候，所以那时候我是 PS 跟 Dreamcast 都有的一个玩家哦。然后 Dreamcast 的部分我那时候好像在玩沙漠。98年、99年的那个时候，啊，没有哦，比较晚一点，是97年的游戏，沙漠是99年的游戏哦，对，98年我是玩那个《音速小子大冒险》，对，那这个就谢谢我们的游玩喽，这是基本上 Capcom 后面最后都会放的一句话。好，这款游戏由 Capcom 制作。
那完成，我们完成了 X 4的破台。那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了，那跟各位说拜拜喽。好，那下次我可能会玩 X 5吧，可能啦，先预告一下。那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了。哎，还有吗？还有彩蛋吗？应该不知道，看一下，搞不好有，看一下。哎，有，还有东西，还有东西。先不要按掉。我先不按掉，因为可能还有动画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看一下。这个现在正在还有字卡，那我们就再等等，稍微再等一下哦，有可能有东西可以看哦。我们来等一下，现在好，回到卡普空，然后呢，这个部分我想一下，好，回到原本的动画了。那就是没东西看了，那就这样啦，我要跟各位说拜拜咯。好，今天的实况到这里哦，跟各位说拜拜。